我是遗物整理师。近日开播，男主角李帝勋因为外形神似台湾歌手潘玮柏，日前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有人觉得很像，也有部分网友认为两人长相和演技各方面都有落差，李帝勋明显较为优异。近日潘玮柏幽默表示，李帝勋就是我，又受到众人关注。起因是艺人陈建州在看完《我是遗物整理师》之后，在 IG 发文写下：“这是部很温暖的韩剧，推荐粉丝可以观看。”但感觉好像是潘玮柏主演，结果调出潘玮柏本人在留言区回应：“是我啊，你没看错。”回国吴英杰也在底下附和说：“超像。”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网友把李帝勋的跟潘玮柏的照片摆在一起，看来随着新剧播出，讨论度也会持续下去呢。